陈师行，武当三宗派弟子，自幼酷爱武术，十一岁入武当习武，已成武林名家。武当三宗派第十四代嫡传大弟子金威，勤学苦练三宗派武功，是三派当代小弟司令。长风漫漫伴你错，大一生胆识与热肠，曾自我觅真情。平步处事作家乡，投入命运万劫破，下一生怎么去量？骑马荡江湖，是非往事再紧张。三宗派的武功在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武术界成为这个内家拳，有南征武当百种寿星之说。内家拳是武当唱那个发扬地，叫内家拳，主要他们的这个技击特点就是以柔克刚，以静制动，以四两拨千斤，来技巧性比较强。武当拳主要以太极式拳拳击，因为这个张三丰当时。创的是太极，当然这个太极我们在这里要搞清，太极不是一套拳，它是一个拳系，它不是一个拳种。武当功夫博大精深，太极拳、太极剑、武当浮尘都是中华武术的精华，刚柔并济，动静相合，武当奇功谁与争锋？中老师树难依，几天水飞雨就一直没停，是刚才有一会儿的雨挺大的，哎，咱们让师傅稍微歇一会儿，咱们俩稍微歇一会儿，确实非常冷啊，是真的，你看我这一下雨之后，人降温很厉害，那感觉好像你感觉没有很冷的那种感觉，练武嘛，练武强身健体啊，有功夫的自然的美都不怕，都不怕，哎，那从小练武的时候是不是一般下雨天、下雪天什么的也都在练，都在练，好吧，哎，你像那个远处你看白云缭绕，那深山那些地方都去过没有？过去的我们经常去，我们那个都是自己打柴的，学生打柴，然后附近柴越打越没有，然后越这个打柴越打越远，山翻很多座山去砍柴，捡了干柴、湿柴不允许捡。您发现过那么一个细节没有？啊，练内家拳的高手啊，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就是不太一样，他不一样，讲话的时候包括他的站姿啊，不知道看到别人这种感觉，并不是咄咄逼人，或者精气神非常就是说那种凝练，而是一种淡淡然的一种感觉。而且我们的这个陈师傅现在做一项工作，非常值得我们称道，传承民族文化，对吧？现在是不是还在自己开武馆，然后授课？对，是的。我会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让追求这种武功的人来在这里面得到武当的精髓。啊，左右方方面有惯性。啊，对。开始了啊，走。一座古今闻名的大岳新山，一位武艺超群的世外高人，传说中凌波微步走壁飞檐，现实之中可有奇功？武当三宗派十五代弟子陈师行即将为您还原飞檐走壁的武当奇功。那里面用的是一个是蜻蜓点水，或者那个飞檐走壁的两个，这都是可以练的，蜻蜓点水啊。他就在那个水面上练得很好的时候，他的气球很薄的啊，理解。
传统的那个叫那个功夫本身的名称就叫那个肘臂功。肘臂功它是很高的那个墙壁，这个里面它的原理就是收肘，这个力点发挥掌握得好，对吧？一般的上的山瀑都能上，如果能墙上能踏山瀑都能冲上个5米左右是没问题的。按你的理解，如果一般人的话要爬上这个墙的话，应该采用哪些手段？梯子啊，没梯子啊，没梯子吗？这没梯子，那就只能往前心探了。往前心探啊，不，可以用想象的空间让上，用想象的翅膀吗？嗯，那是开玩笑的。很难看，是啊，因为这面墙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墙面，对，很光滑，很光滑。嗯，然后这个它有缝隙啊，它其实是有缝隙，是，但这个缝隙前提是如果你的手呢？它是钩子的话，它可能会钩子。哎，因为它这个缝隙非常的窄，对不对？所以师傅是不是存在着一丁点的吹牛的可能性啊？哎，对呀，啊，真的可以演示一下，可以演示一下。对。他就上去了，而且嗖一下就下来了，而且没颠坏了，是吧？但是下来就一定技巧啊，逐步下来，然后你腿部一定有功底，嗯，没有功底会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，然后呢，长时间上空间。哦，还行啊，没看够，再多做几次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可以吧？找一个稍微干燥的一个墙面，好啊，好啊，瞪大眼睛仔细来看哦。接下来为大家再展示一次武当轻功，各高度，第一层有6米，第二层4米。第三层2米，这个动作难度有点高，要求腿部功底要很强。突破界限到无限，练好你身份，你先生身，冲破一关再一关。我不休息，绝世高人绝顶轻功，从中央二元道，就是为你奉献不一样的精彩绝技。周周好看，周周精彩。下周同一时间，洪都岭东北的道与您不见不散。